当当当当。还是我先来。你刚才跟我说什么？减肥计划让我改变一下，嗯、不让我减了。你甭减了。不行，我就陪着你。你陪着我，你别废话，赶紧上秤。你今天要不掉秤，你就别陪着我减了。然后你该点吃点吃，然后你就伺候我减肥就行了。昨天你反弹4两，我是反弹6两。快点吧，什么6两啊？你是1斤多还是8两？嗯，8两，那就8两。今天看看啊，拽哥。牛不牛逼？瘦了，84.8，掉下来，掉下85了，同志们，我160多了。84.8是多少？就是69.6。哇塞！我陪着你减肥，我瘦下来了，169点多了。我以前可是175.1。哎呦，媳妇儿，现在都已经追上我了。好多那个朋友们、粉丝们说那什么，男士好像那个代谢快，减的还快。妈，我都169点多了。同志们，上秤，别废话，我就要看看你，你是我的最关键的核心。不是，关键你昨天还吃东西了呢，你还吃大粽子。对呀，昨天我还吃大，你就听我的，跟我一起吃啊！你会一边儿也更不瘦了，更不瘦了。哎呦我天哪！看看，也还行哎，167是吧？还可以。那167是多少啊？那也没瘦啊。没瘦那么多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点都不好，你老是转换，根本就记不住是多少了。你从公斤转换成市斤，咱每天看到的是公斤。我说你现在就167，你之前是171，你现在瘦4斤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是吧？等于我还是没瘦过。你别着急，那个有瓶颈期，女才刚减4斤就瓶颈期了。你别着急呀、啊。不讲了。别闹，哎。别。别闹！天天给饿够呛，然后我还瘦不了。哎呦我祖宗！你都敢追上我了，我都昨天我什么都没吃，你都看见了。晚上你还吃西红柿酸奶，然后白天你还吃一大粽子，你让我吃我都没吃，根本就不是你不讲。你听我的，今天早上你跟我一起，咱俩一吃一样东西，这回啊。不要！你什么都不吃倒不行。你老是想急于求成，什么都不吃，饿死怎么办啊？快点，赶紧的！不要，我放弃了。大家好，水哥。不过也真够气人的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媳妇儿要灰心了，要不减了。她属于好多那个网友也知道是吧？属于那种易胖体质。然后呢，她有点着急了，就是。他跟我吃的差不多，但是我还违规着呢。我昨天还吃了一个粽子，喝了一个那个酸奶，就是该怎么吃怎么吃，吃西红柿，然后中午还吃牛肉各种东西啊。但是我依然从175.1现在降到169点多了，我已经降了不到6斤，反正5斤多了啊。我媳妇儿降4斤多，她有点着急了，你知道吧？昨天晚上她没有吃饭，什么也没有吃。我让跟我吃一样东西呢，他也那意思，是吧？那意思易胖体质呢，少吃点，想那个降的更多点，反而更不是了。大伙儿也提醒呢，是吧？别着急，别灰心。但是他早上那种情绪特别不好了，说不想减了。不想减了，那不更胖？然后呢，我现在还得开导他。你们屏幕前的有没有这种，是吧？就是同样跟别人一样，像两口子同样减肥。他那个易瘦体质的人，人家吃的还稍微多点儿，人家那体重蹭蹭往下降。你说你着急点说那个少吃点或者不吃，哐哐哐，体重往上升，有没有这种就是这种人啊？我媳妇就是这种人，但是呢，我还得劝他，疏解他这个心理。现在他心里有点那什么了，就是想不开那意思。那凭什么我又少吃了？完了。我体重还那个也不降也不升，
遇到瓶颈期，反而我这个吃的多点的人倒降了。哎，洗完脸了？别生气，你看你脸上拉跟水似的。不讲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讲了。今天跟我一样吃一样东西啊！不吃不吃不吃。你说了，我说一人再来一个鸡蛋，来个酸奶，配一个黑咖啡，然后喝完也不会那么饿啊。待会儿还得劝劝，是吧？屏幕前的有没有好多朋友们，就是，我相信好多，尤其是女士啊，在减肥当中遇到很多困难，啊，吃的少，或者说感觉自己吃的挺合理的，但是有时候那体重不往下降，反而还会反弹一点点，是吧？这我感觉是心里边也占一半的作用。别着急，别生气，是吧？今天呢，中午饭还有晚上饭，我就先不录了，然后我就好好开导开导他，让他跟我一样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踏上重新回归这个减肥道路当中了啊，但是我希望他依然回来，是吧？他已经减了四五斤了，是吧？我减五六斤还是有效果的，对吧？你刚几天呀，是吧？天上在那摆着呢，好吗，媳妇儿？不好，哈哈哈，不好。今天我就录到这儿啊，明天见啊。是否我能把他再次带回来，然后继续踏上减肥这个当中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欢迎分享你们那个在减肥当中啊遇到各种困难，是吧？有没有这种现象，是吧？你要了我，我打算放弃了。甩哥又吃又喝的，他倒那什么，不能放弃。哎，别放弃，要信心。你有信心吧？赶紧上这儿。看看大姐，是胖了还是瘦了？长了，又长了。没有，昨天是60.7，60.6，那降点儿，降2两。那看来男士减肥有优势，减得快。他中午还搞一大粽子了，是吧？怎么饿的天心全后胃的还不降？老师，他是不是也在身体有一段时间记忆？也没准儿，就是咱们可能老减肥，他都有点那什么。别灰心，顽固了。别灰心，你这颈椎好了，我看你是。生气好了，你俩打一架也好了，摔一跤也好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